下楼呀。吃完了，因为可乐我喝多了。什么？今天不睡觉了，准备熬夜。喝啥多呀？我喝的可乐，我喝多了。没人喝酒。卡吗？我现在卡吗？真没喝酒。吃啥了？北京有个地方叫鬼街，你们听过吗？鬼街。听过是吧？嘴大带我们去鬼街，嚯！带我们去鬼街的一个小龙虾，去之前说这是北京排名前三的小龙虾。然后我们进去了，发现，谢谢牙样的续费，好久不见。除了我们就没有第二桌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不咋地儿。吃了以后确实是不咋地儿，没喝酒，没人跟我喝，喝啥呀？王宝宝喝酒过敏 ，KS 也不喝酒，嘴大也不喝。然后说一下啊，那个。我明天要，就是明天应该是不直播了，就是、礼拜三嘛，明天礼拜三应该是不直播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是那个512，对，所以说就。起码明天晚上就那啥了吧，然后后天再那个给大家复盘吧。今天吧，哦，现在就已经是，但是这个点还好吧？这个点不现在没什么人吗？对，没有官方禁鱼，就没有官方禁鱼，但是自己觉得不太好吧，也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最近也没休息，所以说就正好赶上这么一天就休一天。这个 T 恤是什么牌子的？石头岛的，就跟我现在穿的短裤是一个牌子的。石头岛，项链没牌子，我都记不住啥牌子。不冷啊，很热，现在冷啥呀？短裤就是正常短裤，不是一套，就随便买的，就这样的短裤，看见吗？是官方翻译，叫什么Stone Island 石头岛。到几点不着急，我明天下午的飞机啊，所以说我没有那么着急，也不是特别困，因为今天睡到了晚上，睡到下午才醒。Stone Island 我不是那个坐姿，我盘腿坐着呢，只是刚才为了给你们看看那个裤衩子才那么的。播着吧，对啊，播一会儿呗，播一个点可以啊，反正也不困。我裤衩子怎么这么大？那再小点不就裤头了吗？
不是，裤头和裤衩能是一个东西？内裤叫裤头，这种裤子叫裤衩，你们。这怎么是所有人都分？看看裤头，我他妈，我给你看看裤头，我直播间还有吗？你们有没有点文化呀？我可以给你们看裤衩，但是不能给你们看裤头。裤衩是穿在外面的，裤头是穿在里面的，超人叫裤头外穿，你们见过谁说超人是裤衩外穿了？看不了裤头，看不了裤头，三角裤头，听过三角裤头没？三角裤头，不是一个意思。哎呦，你们怎么这么？那可能有你们就是地方习惯吧，你们有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意思，但是在我老家这地就不是一个意思。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裤头是里面穿的，裤衩是外面穿的。谢谢超粉卡。谁穿不敢？我穿三四角的，我穿四角的。对，我这个玩意儿是裤衩子，这叫裤衩子。你那玩意儿，明白了吧？我没喝，是因为他们在这给我犟，他们非要看我裤头，我能受得了吗？没喝多，是可以叫短裤。是可以叫短裤，但是，哎，就像羊柿子还可以叫番茄呢，但我在我们沈阳那个就叫羊柿子，有的地方叫西红柿，有的地方叫他妈头，但是我们那地方就叫羊柿子，那叫羊柿子，你们非说羊柿子就不行呗？沈阳管西红柿就叫羊柿子，你们所谓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番茄炒蛋，在我们这叫羊柿子炒鸡蛋，外国还叫他妈头炒鸡蛋呢。明白吧？气得我都说不出，那每个地方叫法不都不一样吗？那每个地方这不是叫法不一样吗？他妹头，是有地方还叫他妹头吗？谢谢菠萝叶。正确发音是什么？是他妹头。不是，对啊 ，TOMATO 吗？他妈头吗？我得说他妈头，你们才能听懂吗？tomato，tomato，tomato。
忘了，哎呦，记不清，太复杂，就他妈头你们听不懂吗？这能听懂就完事儿了呗。那语言为了什么呀？那是为了标准吗？不就为了能沟通吗？那语言就是个工具，你们为什么就那么纠结呢？说啥你们能听懂不就完事儿了吗？谢谢八球，谢谢八球的炒火。裤衩不太好听。谢谢小张。有观众说什么？你是不是在跟耿雪儿谈恋爱？我上一次跟耿雪儿发微信都得是两年半以前或者三年以前了。什么玩意儿？不是卡了吗？现在好了吗？我换了个地儿。这个地方有光。又卡了，又卡了。哎，等一下。对不起，连错 WiFi 了。现在应该好了吧？我现在这边已经显示不是那个什么了，还卡吗？还卡？不行的话就退出去重进一下。刚才连的应该是那个免费线路，就是酒店大堂的那个免费 WiFi， 然后可能离大堂有点远。现在不卡了吧？流量不行，流量这个屋里面这个信号不够好，要不然我就用流量了。我肯定不想这个省点流量钱。今天刚才所以喵是女生，喵是女生，为什么突然之间说这么个问题啊？为什么突然之间聊这个呀？是女生啊？怎么了？谁能说的？啥时候谁说她不是女的了？肯定是女生。
说是他是男的，我啥时候说他是男的了？有过吗？啊，那他自己投，他自己微信性别用男的，那还能怪到我了？我那时候我不认识他，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用性别用男的呀？那正常的话，那不是应该就是男生就显示是男的，女生显示是女的。什么鼻子大了？是女的吧？是女生吧？我鼻子大了，啥意思？我鼻子肿了吗？美颜没弄好，我他妈美颜就有个磨皮，有个美白，它跟鼻子有啥关系？我还能美颜，还能调鼻子？光的问题，哎，我裤衩大，就这个裤衩的话题咱就过去了行不行？今天就别唠裤衩了。我蹲着点吧，不行，突然之间怎么膝盖疼呢？小龙虾过不过敏？第一，我小龙虾不过敏；第二，是我总共吃了五颗小龙虾吧，那玩意儿太难吃了。不知道这帮人妈还能吃4000-5000块钱，嘴大也是真行。你说有那个钱给我刷个藏宝图多好，我也纳闷了，请那帮人吃个小龙虾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我不爱吃小龙虾，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好吃在哪儿。你们吃过鸡尾虾吗？鸡尾虾，鸡尾虾，鸡尾虾可比小龙虾好吃50万倍。有机会吃吃鸡尾虾，吃虾过敏就不能吃，配着药吃。我都是一边吃开瑞坦一边吃。怎么了？我昨天就是配着药吃的。歇歇，快叫阴天，别闹了，别闹了啊，快点睡吧。直播间有观众告诉你说让你别闹了，我跟他说了，他不闹了。有个观众说快让我告诉他别闹了。嗯，跟阴天说话呢，阴天啊。
阴天姐姐鸟，谁告诉你阴天是女的了？阴天是男的呀。谢谢大砍刀。吓死你们。嗯，王晨旭，你拉了快半年多了啊！啊，不是王晨旭，我怕他得痔疮，他拉了半个多小时了。你们不是这长时间坐着上厕所容易得痔疮？谢谢好好哥哥盛世美颜的毛孩说。我怕他得痔疮，关心他吗？我说这话一定权威。是啊，我是学医的，懂吗？谢谢超粉卡，谢谢轩轩。怎么了？人家整这吓我，你们是觉得我胆是得有多小？今天我有东西都被人发现了。刚才跟那帮人吃饭，然后有好多人，有李国龙、KS、嘴大、李斯、木木、刺刺、王宝宝，还有那个小苹果。然后这个小苹果说想喝酒，然后嘴大说那这个场这个桌子上能陪你喝的就只有刘晓松，然后这个小苹果可能是看我直播说啊，我记得他在网上说自己只能喝一杯，然后这个时候王宝宝出来替我作证了，说那都是他表演的，就是。但是当时就是那一瞬间啊，我就感觉到了你们大师赛的团结，就是这一桌子人全部都说啊，那就是节目效果，那就是演的，那他装的呀。然后我也肯定了王宝宝的说法，我认可了，表示赞同，就是确实是。这些人还是挺了解吧，还是挺了解，就是知道我可能真实酒量远不止于此吧，很可怕。但是我看我怎么觉得他们是真的怕你啊，你是有在什么时候给他们镇住炫过呀？炫一个这帮人他不就觉得我一定是个酒人了吗？那这帮逼炫一个还不给他们炫迷糊了？感谢钟龙龙，我炫过他们，我炫过。不是，你们自己想一想，假如说你们一起去一个 KTV， 然后大家一起喝酒，突然之间有一个男生拿了一瓶啤酒，三秒钟把这瓶啤酒吹了，你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不能喝的人吗？就只会觉得这个人不敢惹，只是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深不可测呀？三秒啊！这个你们可以问圈圈、蒲一星，我给他们都表演过。他们真不信，哎呦，他们真不信。这样吧，咱们有机会咱们录一个 vlog 一起。而且网上有之前也有流传过这个相关的视频，真的。出个新的视频吧，专门出一个，就炫儿，咱们可以剪辑。
咱们有后期。行，有机会给大家炫一次，今天没有酒，有机会的，行吗？我能炫，哎，炫一瓶啤酒，那对我来说，谢谢。对，怕到了呀，谢谢平安顺心的愿望。31的身体能行吗？我咋的？我31，我是半截入土了。你知不知道是这个国家规定，就是45以下都是青年人呢？那我不是还是个青年人吗？老31的。他急了。我又不是91了，我31，我连喝瓶啤酒喝不了啊。凭什么45柱是40啊？我3145柱不是30吗？谢谢栗子。哦，哎，来，王晨旭，嘴大认为我是哪年的？97。听见了吗？嘴大看你直播，然后他真的相信了，而且我就希望，就是这种实在的朋友，你一定要和人搞好关系。嗯，刚才我聊爆了，在饭桌上，我突然之间跟李斯比年龄，我说我比你大，他说你哪年的呀？我说我们90年的呀。嘴大说。你放屁！你他妈不是97年的吗？这有一刹那就让我整的，我可能不太想跟李斯比了。我有一刹那想说啊，我确实是97的，但是这时候 KS 插出来一句放屁，他90的，感觉这一场戏演不下去了。嘴大也不是说开玩笑，也不是逗你玩，就是他真的认为。97年属牛，这就97年属啥？我不知道97年属啥。他是真的认为你是97年？他真认为我97年的。李斯88年的。我确实没有李斯岁数大。我和唯爱王源同年，唯爱王源比我大。看见嘴大在贵宾席，不可能，不可能，别瞎说，嘴大不可能在我直播间，嘴大真没在呀，妈找到他要能在的话，我还狗他点礼物，真没在。刚想说嘴大不可能在，嘴大在这边肯定给我刷个什么我爱一号，我一看真没在。唯爱王源97年的，说唯爱王源97年的这个人是嘴大的小号吧？不是，认为唯爱王源97年的观众，你知道唯爱王源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平台上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了吗？10年前的事了吗？你们是以为他13岁就出道了吗？你是以为他13岁就开始做魔兽争霸的游戏解说了吗？星际争霸的游戏解说了吗？认为囚徒92年的和认为囚徒和唯爱王源97年的是不是一拨人？你还真以为遍地都是少年天才啊？唯爱王源人设是97的，那他跟我撞人设了。
是，我说实话啊，说唯爱王源97年的也比说这个囚徒92年的能强点儿。他就是97的，97年他他妈小学都快毕业了，他就是97的。囚徒97年都他妈上高中了。囚徒，我要是没记错，应该比这么说吧。苍姐见着囚徒也得叫一声肖哥。嗯，为什么叫他肖哥，不应该叫囚徒哥吗？他本名还能叫张囚徒啊？他怎么不叫张囚犯呢？张囚徒，囚徒哥。那这问题都你怎么问出来的？你还以为我是不是本名叫刘小怂啊？我在百度，我在找帮主生日，嗯，马上就是两种说法，一种40%的人说帮主是80后，具体时间不知道，嗯，另外60%统一口径97对吧？97年。哎呀，97年有玩星际争霸的吗？我就问问你们，真的。我这么说吧，我90年的星际争霸的流行我都没赶上。你们都能不信我是97的，为什么能信帮主是97的呢？我就理解不了了。哎呀，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开个会吧，以后就帮主和歪哥谁的？那 JY 比帮主岁数大，帮主比我大1岁，我要没记错应该是。大1岁还是大2岁？他知道97年属啥？那我告诉你，95年属猪，96年属鼠，97年属牛，我也知道。那我是几几年的？我是95还是96还是97的？我知道3个年的属性。我还知道98年属虎呢。我是不是应该属虎啊？我不是怂送虎吗？气死我了！你这个背万年历这个活儿，经常会用上，天天有人这，哎呀，要不是为啥得记这玩意儿呢？这玩意儿不记了，真有人在这啥我。今天你就跟他们统一一下口径吗？咱们也统一口径，我以后就98的，行吗？就属虎了，然后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的外号就叫怂怂虎？为什么叫怂怂虎？因为我属虎，行吗？也23了。我看那些明星不都爱在自己名后面加个英文名吗？我回去就改一下。我们叫刘小怂，就是微博名叫刘小怂，叫不了吗？我就叫刘小怂 Tiger。
服吗？有没有人叫 Tiger 的？不有吗？那个 Tiger 美国打高尔夫球那个人不就叫 Tiger 吗？这为什么这个名土啊？美国那个打高尔夫球贼牛逼那个不就叫 Tiger 吗？老虎伍兹啊，他 Tiger 伍兹吗？他不是？我 Tiger 刘。你叫他妈头啊！我不想叫他妈头。刘他妈头，是不是还读起来挺顺？刘他妈头。不行。98年哪年高考？16年吧？是16年吗？谁不记点东西啊？高考作文题目知道不？没参加高考，行了吧？高中毕业，你是不是要问我中考这个题目？年代太久远了，没记住。怎么了？但说实话，现在突然问我，我那年我高考作文题目是啥，我也都忘了。但我能记住我艺考那年的题目。我艺考考了好多内容，反正有一个内容是让我写那个。就我考了好几个项目，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应该是写一个那山那人那狗的观后感，就是一个叫什么玩意儿？那个人叫什么？贾樟柯还是谁？我都忘了。刘烨演的应该是，好像一个那种文艺片吧。忘了谁导演的了，好久了。你像08年啊？什么08年呀、啊？老子16年。08年我也小学3年级了，哎呦，还记得3年级的那天，然后这个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然后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聚集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运动员。那年应该是我小学3年级。08年我看什么动画片儿？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看《名侦探柯南》。哎，你真说了个万金油答案呢？哎，牛逼吧？有没有《名侦探柯南》？看不看《名侦探柯南》？哪年的才能不看《名侦探柯南》？08年看偶像，08年我不看偶像剧，08年我是一个小学3年级的小朋友，我怎么可能看偶像剧呢？你挖的这个坑很浅哦，我跳不进去哦。08年我。十岁，我凭什么看偶像剧？你那时候看《篮球火》，你忘了吗？
不看不看不看。零八年我看动画片呢，我不可能看。零八年我用什么手机？没有手机。我一二年我妈才给我买手机。嘿，脑子转得快吧。谢谢刘晓松18岁，那你这有点过分了，你改个，你就刘晓松22岁，23岁，23岁。08年看什么选秀？08年应该是看，我看个屁选秀啊！我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看什么选秀？我难道不成还看超级女生吗？我带你看看我行我秀行不行？你们小学二年级开始追星了吗？我不会直播间还真有小学二年级的人吧？不会吧？你？哼，嗯嗯嗯，我信了。08年主播还不会系鞋带儿，你真说错了。2021年这个主播他也不会系鞋带儿。今天我这个鞋的鞋带开了，然后我本来就是系的还挺好的，就是这么系完以后，大叔非得给我一使劲勒，现在成他妈死扣了。现在我这个鞋带成死扣了，解不开了，气死我了都快。是我自己记的，但我知道那么记死了是死扣，但是我没有记死，你们能明白吗？就是我是给他记到80%就不勒紧的，然后他啪勒一下，我就快气死了。懒得挑了也能凑合穿，就没再动它了。因为我现在穿鞋也不用解鞋带系鞋带，就直接脚插进去就行。他没帮我系鞋带，我自己系的。我为什么不去学系鞋带？哎，你这个问题还给我问住了，就是可能没找到相关资料。哎呦，为什么呀？我要说我没学会系鞋带，我感觉这有点弱智。我有种预感啊，明天你醒了，你看一眼超话里边全是各种系鞋带的视频，大家就会帮你找一些学习资料。不是，我怎么来跟你们描述这个事儿呢？因为我大脑太发达了。我不知道你们能理解吗？我大脑太发达了，完了去要没电，然后就造成了我小脑有点跟不上我大脑的这个速度，就是我的思维可能已经在远方了，但是我的肢体还在原地。
所以说就会造成我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比如说用筷子，然后比如说系鞋带，比如说拿笔写字儿，比如说剪指甲。就是我承认我写字儿很难看，然后没有型，像小学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是我小脑有点不匹配我的大脑。你怎么总不能说我不聪明吧？对吧？谢谢小玲的续费。我还不聪明吗？就是我也确实是就是不太那个啥，包括就是可能到今天，就会有一些行为这个失常，比如说喝水的时候经常会洒一身，然后用筷子夹东西的话，就是我自认为都已经夹到嘴里了，但是其实会有很多掉在台面上。然后我从小就很认真的去练那个字帖，就是硬笔书法那种字帖，但是确实是这个在写字儿这方面到今天都拿不出手。然后剪指甲这个事儿，就我不是说不能自己剪，我能剪，但是我剪出来的这个指甲就是不好用，不是不好看，是有的时候会剪到里面的肉，然后也不好看，确实也不好看。是啊，我都做美甲现在。你们知道我脚趾甲怎么剪吗？我脚趾甲很脆，我就剪一个豁口，然后直接用手给那指甲掰下来，就不需要剪指甲。妈用牙咬，我嘴脚趾甲用牙咬啊。那不是容易甲沟炎，已经甲沟炎了呀，现在就是甲沟炎，所以根本就不担心，不担心了。谢谢土土的魔法书。就确实是手笨，哎呀，就归根结底就不是别的，就是手笨。我也没，不是说也没，我也没有说你们认为啥，就是哎我什么故意什么把自己说表现得很什么娇弱呀，什么不干活啊，就都没有，就纯是手笨。因为我就再怎么演也不能把自己字儿演得不好看，就是对，就是手笨，也没有啥富贵病，也不是说这个对自己什么的要求都没有，就是手笨。但确实是还挺好看，但是就是笨，不行，是真笨，这个真承认是真笨。写字还行，
大砍刀，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我写字还行吗？刘晓松这仨字儿，我他妈至少写了快10000遍以上了。啊，谢谢小玲的小灯卡。怎么能看出来一个人写字好不好看？就我特别羡慕写字好看的人，我不是羡慕他哪个字写的好看，而是羡慕，就是假如他写作文，他每一个字在的位置都是整整齐齐，大小都一样，你们能懂吗？而我写的字呢，都各有各的美，这个字很大，这个字很小，然后你从顶上看，我这个字就是弯弯曲曲。我也很克制的去想写的很好，就都不行，写不了，练都练不出来，我练了好多年也练不出来。嗯，我从小就写字帖，而且就是那种苗字那个字帖都不行，没用。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但我觉得原因可能性也不大，就是我是小学一年级，就是幼儿园开始写字嘛，但幼儿园是用左手写字，小学一年级开始用右手写字，是不是比别人晚练了2年的原因？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屁用，我左手写字也难看。然后有之前有人问我说，那就是你妈为什么要非得把你用左手写字儿，而不是说就是放开了让你用左手写，就是因为我对这段记忆已经有点缺失了。前一段时间就找我妈去重新，就正好过年回家跟我妈重新探讨了一下，我妈说的是，儿子，妈妈其实不想去限制你，你用左手写字用右手写字妈妈都很支持，但是最后妈妈为什么下定决心去板你让你用右手 写字，是因为我左手写的字都是反的。按照这个语文老师的标准来说，那些字都不念字。是镜像的，和你一样吗？你也是吗？我妈说但凡你用左手写的字跟比其他小孩的正常字一样，我也不会去改你这个事儿。没办法，给妈妈逼到了。所以说后来就用右手写了。谢谢艾美利亚的荧光棒，好神奇，这有啥神奇？这不是很，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左撇子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好多左撇子都会有这种情况吧。你刚才直播间观众不也有说有这种那啥吗？就只是我从小就是一个笨小孩，能懂吗？就我不是，我也没有娇生惯养，就只是一个笨小孩。我不会剪手指甲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经常手就是在小学、初中、高中期间，经常手指甲很长，长到别人觉得接受不了。就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然后我有段时间就用牙咬。就啃，用嘴啃。然后那个指甲就是这样的，像那个动物的牙一样。左撇子都很会画画。
三岁的时候应该吧，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我妈去写生的时候就拉着我去，然后应该是在小学毕业以后，我妈和我姥也彻底放弃了他们对我在美术方面的幻想，就可能是我小学把他们的这个幻想破灭了吧。就让他们知道了，原来这个艺术细胞也并不一定会遗传。小时候有什么是擅长的？我不吹牛逼，在聊闲这一块儿，我从小学就一定是班级里面最突出的那个人，就聊闲。聊闲是什么意思？你前面坐一个同学，他在那写作业呢，你扒拉他头发，哎呀，就举个例，玩狼人杀，我自己在这说话去场外别人，就是聊闲。那我也想不出来我啥太擅长的，没有啥擅长的，什么体育运动也都不行，美术不行，然后这个肢体不协调，学习也不是特别能拿出手，也没有任何一个兴趣爱好比别人突出。哎呦，真是一样都没有。唱歌好听，这个好听就只是在平凡的人的对比当中还可以，但是你去跟人家专业的人去比也是一般，就也就是一般。小学能唱吗？也不唱。对，我可能对，哎，我可能相比一下最突出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但是从来在小学到高中好像也没有一个专门的评价指标是，哎呀，这个小伙儿语言表达能力很好。辩论队不也在大学吗？那我也没赶上啊。其实我脑子转得很快，但是这个东西也没办法去通过什么东西很直观的给它表现出来。我是脑子转得又快，记忆力还不好，就是反应过来但是忘了。就假如说小学的时候老师评价一个小孩聪不聪明，就是这个小孩，哎呦，这孩子真聪明，这孩子就是昨天教的古诗全都背下来了，聪明牛逼。刘晓怂，人家都背到第四首了，你为什么第一首还没背下来呀？嗯，
谢小苹果。哦，谢谢小苹果的应援板，谢谢小苹果，刚才没看见。我真就聊，我就聊天，我说聊天你能那什么吗？所以说小学时候我就在班级里面就是那种最平凡的男生，就是各个维度对比都是班级里面最拿不出手的那种丑小鸭。谢谢小苹果。然后这个时候有人说，你为什么要那么贬低自己呀？你为什么说自己丑小鸭？因为丑小鸭后来变成了白天鹅，刚才这波丑小鸭是一个铺垫，后来老子变成了一只白天鹅。牛逼吧，反应快吧。谢谢菠萝。但确实是，就是我从小学到初中，就是班级里面可能就全班同学能关注到我的时候，一定是老师让我罚站或者是同桌告状的时候吧。平时的时候就是体育运动永远我都是拿不出手，那个什么运动会我永远都是当拉拉队的那种人，然后这个各方面的什么舞蹈比赛什么歌唱比赛我也都是上不了场的那种人，因为班级里面会有那种极具天赋的学生，然后这个学习的比赛什么背课文这那的我也都不行。谢谢小苹果的魔法书。对，拉拉队，谢谢小苹果。然后个儿也不高，长得也不帅，然后就家庭条件也普通。我每次就是被老师关注到的时候，就一定是我惹祸了，就不会说是哎呀，这个孩子今天表现的真突出，这个来到前面来给大家，一定要以他为榜样，这情况下就从来没有过。我为什么说我家庭条件普通？是，我家庭条件挺好，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小学的时候，不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跟我姥姥生活在一起，然后不给钱，就是普通到甚至连普通都不能说吧，就是寒酸吧。对，就是去趟什么春游，夏令营给我10块钱，别人带100，我带10块钱那种水平。然后可能就是一条裤子，就穿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时候我们那年代流行穿足球队服，就我穿的都是假的，就别人穿的可能是阿迪耐克的，我穿的是夜市的。然后别人穿的足球鞋是最起码是什么361度啊，什么什么安踏的，我穿的都是夜市的。那我就是小学生就有攀比之心了吧，就别人可能用的那都是什么什么自动铅笔什么这那的，然后我就用那种谢谢大小 S 的魔法书，中华铅笔还没有转笔刀，还得用那个小刀推着削，就别人可能最次不用自动铅笔的，用这个中华铅笔还得有个拧的转笔刀，什么自动转笔刀，我都是用小刀削的那种。98年的，哦，98年不应该这样是吧？所以说就很普通嘛，就是没有人能那个啥的，然后就是我们那种普通的男孩就抱团取暖。谢谢潮汐汐，谢谢。李道，哎呀，李，行，人没到李道就行。谢谢李道的魔法书。
哦，大小 S， 你问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不玩四驱车吗？那个时候，哎呀，谢谢铁红。我那个时候是四驱车最流行的年代，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钱的人买日本双星的四驱车，然后没钱的人买奥迪双钻的四驱车。谢谢小苹果的魔法书，谢谢小苹果。然后有钱的人会弄这个玩，就是改装箱去把自己的车进行各种改造。我呢？谢谢七上八下，所以七嘴八舌的银河之光。谢谢银河之光。我当时是和两个好朋友一起凑了18块钱买了一台四驱车，每人拥有一星期，交替着玩。就是那18块钱，我记得当时咱们仨凑出来也挺费劲。我好像获得这几块钱还进行了一些屈辱的活动，溜溜球，同学他们都玩那种付费的溜溜球，就是什么双钻的溜溜球。我买那个溜溜球是别人吃蛋卷中的奖，然后他觉得那个溜溜球不好，我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下来了。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啥惨不惨吧？哎呀，小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个概念，你们能明白？就是小学的时候，就小学的时候，人不会太关注自己有没有钱这件事儿。就我那时候也都不会觉得我穿夜市的东西，然后别人穿品牌的东西，就别人比我高一点什么的都不会，就也不会觉得自卑吧。就每天就是开心。每天就是开心。对，就没有这个概念，没有概念说哎呦这个人有钱，这个人牛逼，什么都不会，没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哎呦我明天睡醒了又能跟这几个我这几个好朋友一起这个剪刀石头布了。开心。也不认识那些牌子，确实也是不认识。就没有钱也很快乐，就也很快乐。对，然后跟我一起玩的那帮人也都是属于那种班级里面最平凡的人，而且条件家庭条件啥各方面也都挺普通，就大家也没有说谁排斥谁或谁怎么样。谢谢小苹果的应援板，谢谢小苹果。对，但是当初中以后可能就会有这种概念了，就是男生就会追求一些什么球鞋呀，然后什么骑的山地车呀这种东西。但是很感谢，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就这些东西可能都得到满足了。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可能同学之间的攀比，就是谁的手机用的好，然后也都谢谢小安的超票墙，就都没缺着过了吧。对，就还挺那个啥的，还挺健康成长的。就反正我是觉得我喜欢芭比娃娃嘛，这个问题你是从哪个方向想出来然后问出来我喜欢芭比娃娃吗？我们为什么要喜欢芭比娃娃呀？完事去给我整瓶水，矿泉水。你喝那5块的还是免费的？免费的。
不是，你们了解过芭比娃娃吗？我想问问你们了解过芭比娃娃吗？那你们觉得在哥哥我能够喜欢芭比娃娃的那个年龄段，老子能买得起芭比娃娃吗？或者是老子当时那个层次能接触到芭比娃娃吗？你别说他妈正版的了，盗版的我能买得起吗？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买一个3块钱的自动铅笔，你们告诉我，跟我聊芭比娃娃。但是你如果我买个18块钱的四驱车，还3人凑的钱，你们跟我聊芭比娃娃，我买个芭比娃娃头吧。不是，那你怎么知道芭比娃娃贵呀？我他妈现在当然知道芭比娃娃贵了呀！我那时候也没接触过芭比娃娃，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啥是芭比娃娃呀。我以为你那个时候去问价了呢。我喝水了，我现在可以买，我买它干嘛呀？我挺大老爷们儿，我在天天拿芭比娃娃给他换脑袋呗。这个水看着要钱的，这个水是不要钱的，这水是免费的。要钱的啥样的？你不会给我拿的是要钱的吧？这是不要钱的吧？我操！你妈呀！坏了。无所谓，哎，王叔，你别有负担啊，你别有负担，这点小逼钱儿，哎呀，不就是一瓶收费的矿泉水吗？无所谓，我退了，我能退了吗？我都喝着，我都给。咱再去楼下买一瓶，然后放回来。谢谢菠萝嘛，无所谓，要不然这么的，你一会儿就是给他补回来，然后再给盖拧上。哎呀，扯淡的，啊，对对对，拧上就行。嗯，你看这价签儿。无所谓，就这点钱，我在乎吗？不是，就这点钱，哥哥在乎吗？这不都小钱吗？我掏不起吗？无所谓，再给我开一瓶。你别浪费啊！你先把这瓶喝完。我喝了呀。虽然不要钱，咱们不提倡浪费啊。我喝了。黎天，你炫这个，你是真有能耐啊！到底是多少？到底是多少？看见了吗？到底是多少？我再来一瓶。你慢点喝啊，这个劲儿大。这点钱我掏不起吗？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聊到小学，我突然想到了，我小学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凑1块钱买可乐的事儿。就是我跟我关系最好的好兄弟，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体育课结束以后，然后一起去买可乐，就是两个人凑1块钱买可乐，玻璃瓶的。然后他当时就挺坏的吧，他说他先喝，我说行，然后他先喝完以后往那个可乐瓶里吐了一口口水，然后我说来你喝吧，你要不喝我就喝了。然后我把那瓶可乐接到手里，我也吐了一口，我说老子不要了。你们不会以为我他妈接过来给喝了吧？我就差这一口可乐啊。
就小时候玩闹，就是是真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就是小时候玩闹吧，有的时候就这种尺度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个太那个什么，也没有识路人，后来还是朋友，后来还是朋友。不是美貌，美貌是我高中同学，小学同学，小学同学。小时候不懂事儿，闹着玩不有的是吗？就可能有的时候开的玩笑尺度把控不好，而且在当时也都，但是我俩后来就是很多年以后再去聊这事儿，觉得很傻逼，因为就咱俩当时凑那一块钱也挺费劲，最后弄成这个事儿就是咱俩谁也没喝。迷惑行为大赏，上过补课班吗？疯狂上补课班，疯狂上补课班，老子疯狂上补课班，老子补课班都快上吐了。就是我妈那个时候对于我的这个物质条件上没有得到太大的这个满足，但是在这个上补课班这方方面面的时候，我妈是真很关心。你们能想象的基本是一切的课外补课班我都上过。上进去了吗？上进去我就不至于坐在这儿了。我在小学期间就学过围棋、硬笔书法、软笔书法、轮滑、游泳、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奥数。中学网球，壁球，高中舞蹈，哦，小学还有美术，比如说我今天还会啥，当时学的时候都发现啥也不会。不不不，我只是告诉你我学过这么多，但是到今天一个都没留下啊，全淘汰掉了。没有钢琴还真没有。哦哦，乐器这方面学过吉他，好像就学过吉他。钢琴是我上大学时候我妈买了个钢琴，但是就是咱俩都没机会学了。吉他还会吗？在今天此时此刻，刘晓松31岁的今天能拿得出手的才艺只有一项，狼人杀。只有狼人杀了。妈的，有个人是变态吗？居然能说出来什么王老板洗澡的声音好帅，你在幻想什么？你在幻想什么呢？我不理解。就没啥，啥也不会，真啥也不会，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代表了社会大部分人，大部分人是不是都像我一样啥也不会啊？我觉得会才艺，但凡会一个才艺的人都是人中龙凤。啊，好响，我看成好帅了，对不起，我眼睛花了。我说这不变态吗？听他洗澡的声觉得好帅。
学不了，学不了小品。对不起，眼睛花了，没看清。你教我钢琴吗？我到今天啥也不想学了，我就觉得能每天开开心心的待着就挺好的。学才任何一项才艺类的东西都是自愿的，就你得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才能学，就是这些东西我到今天去想，我没有一项是感兴趣，就没有一项是我自己自愿去想去接触的。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躺着刷抖音。但你们别活得像我一样无趣，学过舞蹈，真学过舞蹈。当时就是这样的，我站在这儿，然后有个女舞伴，我就这样，这搂她这儿，这边搭着她手，就这么搭着就行。她这么的，我就扶着她腰这个地方，她就这么的，然后我们就这个，就这个，懂了吧？啊，没事，她都躺下了。我学的是，我学的是国标五项：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胡步、快步和 Tango。 就这五种舞都学了，但是都不牛逼吧？我现在只能记住华尔兹和维也纳华尔兹的基本步，剩下这个什么胡步、快步、探戈就都忘没了。哎，对，这玩意儿就得，哎呀，你有舞伴跳跳还行，自己一个人跳比划的是很蠢。我妈当时让我学的就是为了让我别驼背，但是我妈她失败了。谢谢不知的火锅。哼，今天驼背了吗？我今天感觉还行啊，今天不还行吗？我都刻意控制自己了。但是学不明白这些东西，但是懒得要死，吃个饭往后走两步都不行，非得坐车的那种。我确实有点驼背，而且我现在想明白我驼背的原因，你们知道是啥吗？并不是说我脖子往前伸，就我整个人是这个体态的原因，并不是说是这儿的问题，不是，也不是个高的问题，是我腰肌没劲儿。你看我这个腰肌挺起来的时候，我这个人其实就是挺起来的。其实我并不是说脖子往前探，而是这个地方弯下来，然后整个躯体就是这么一个姿态了，懂吗？腰肌不是腰子，你把腰子和腰肌能分明白吗？那是俩地方，一个是肉，一个是内脏。贝贝家，贝贝家老子背过三代产品，骗人的。
什么眼保仪、护眼灯、增高鞋、背背佳，老子全都试过，都用过，都是智商税，相信我，屁用没有。增高鞋就是在你的鞋底，他自己说有一个什么刺激你穴位的东西，然后有个草药垫，这玩意儿最扯淡的不就是在脚上放一个草药垫，他他妈通过什么地方吸收呢？我是脚上长俩嘴吗？你说是我脚上毛细孔张开吸收，我也先吸袜子，我也吸不到那个鞋底里面的草药垫吧。重点是为什么我要增高，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别人都1.6米了，我还1.4米，我妈觉得完了，她儿子小矮子。我现在穿鞋1.9米，我是接骨了吗？我咋可能干那啥事儿？没有用，没有用！我告诉你们，就别相信那个，就多喝点牛奶，多睡点觉，比啥都强，真的。你们，但是你跟你们说也没有屁用了，你们还能长个儿吗？你们是给自己孩子做准备的吗？睡了，我也要睡了。你们都18了，18岁就不能长个了啊！乖，听话。18你们就是大人了，因为只有你们是大人，你们才能来怂哥的直播间，所以说你们都一定是成年了哦。成年人就不长个了。懂吧？你不能是未成年，你一定是成年了啊！因为未成年人不能刷礼物的。肯定18了，别跟我犟，你肯定18了。差不多了，睡觉了。后天见吧，后天复盘，行吧？后天复盘，第一天的第三局和第二天的第二局，对吧？谢谢洋洋的告白气球，谢谢洋洋。拜拜吧，哦，明天，哦，明天不播了，明天不播了，休息一天。拜拜，晚安，早点休息吧。晚安。